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宝丽金五十周年线上听歌会？当然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宝丽金啊，五十周年了嘛，1970年的时候创立的。那创立开始这样的几十年下来，其实带出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歌手，现在是粒粒巨星啊。从那时候我们是，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真是一间音乐公司的，任何嘢系有音乐嘅依归嘅。我们的那种做法就是，你真的是点点滴滴由零做起啊、哦，比如说张学友啊、陈慧琳啊那一些，那我们都真的是从零开始，就是从新人，然后到歌迷，这个心目中的 superstar。现在我们先听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、先听两位带来宝丽金的优秀作品。像蜜月。人情冷暖太深，面上会为着要识得别人，茫茫风雨天，面途未免孤独，有谁最熟最真？谁无边？尤其过去又乱。转变中，洗下了几个诺言，愁怀苦恼间，及时又见初见。往年许多亲切脸，原来世界怎么变，友好的心不转，潮流混乱也不乱。大家始终眷恋，原来你我不相见，传来问候更暖。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？这晚夜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甜蜜我的空虚？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以为要分手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语言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，我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宝丽金在香港是有压唱片的厂的，所以到后来呢，你看我进地的呼声的时候，已经是市面上不卖唱片了。可是我们拿到的唱片，宝丽金的是最令人期待的，因为他们压的唱片，你想看那个时候 cassette 是这么小的嘛，唱片这么大嘞。然后哇，它那个包装真的是做得很精致。应该大家都知道 SIM 卡吧，闪卡。闪卡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喜欢收集几个玉女歌手，像周慧敏啊，对对对，王心平啊，对对，张学友啊，他们好强啊，刘德华啊，张国荣啊，黎明啊，靓仔。所以很精致，然后它的那个期待值是很高的，我们会很期待说，哇，宝丽金这次有谁谁谁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20几个 DJ 嘛，论资排辈，看看排得到我吗？
为通常都是资深的 DJ 可以拿到比较多唱片嘛。然后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新的，大概大家轮流，你拿 ABC 他拿 DEF 这样子，所以那个时候最期待宝丽金的黑胶唱片。对，好像回到我们那个青春时期了哈。来，借由你们的歌曲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现在你心里想什么，能不能就写在眼眸告诉我，在这沉默的片刻，让我们用心灵交流。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，或许心事都交给我，为你担忧对我来说也是快乐。不管有多少真心，多少爱被错过，有了你我已经别无所求，用半生静静享受换取承诺，什么话都不必再说。哦哦哦，总以为曾经付出曾被爱伤害过，这世上只有我对爱执着，直到我慢慢感受你的温柔，才了解今生注定与你相守。为谁而憔悴，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，我的眼中装满疲惫，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，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眼里却一再想在宝丽金过去所为乐坛所做的努力，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，还是有很多宝丽金的金曲继续在世上流传的。现在宝丽金达到五十周年啊、我是觉得想跟宝丽金说一声谢谢，然后我们也祝福宝丽金还有Universal 接下来会发掘更多新的才华，然后也继续去把这个唱片业做得有声有色。然后成为最强大的声音，宝丽金的声音是特别大的。